所以我的钢爪呢？好好，挖到大宝玉还用钢爪呛人。点出击，点出击。你这是流斩的超虫棍吗？看起来像什么？这是凶爪的。哦，为什么会是紫色的？它凶爪颜色也是紫色的。凶爪是黑黑的啊。没有，它是蓝黑。它是黑紫黑紫这样子。又一颗骨。哈，大宝玉。哎、欸，有两颗了，谢谢。太会了。太爽了吧！我可以关心一下不说话的那个人吗？你说我们的 Nice 吗？对。哈？什么大宝玉？我没有啊。他是说关心你一下，你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古龙大宝剑。大宝剑。大宝剑。来摸一下。可以再尝吗？来，我要升级我流斩武器了。不然我那个都不能上品。哦，今天也在一直钓鱼，钓那个大金，才发现它有分什么，晴天的晚上还是雨天的白天这样子，哦、才会出大金。这么机车、啊？很机车啊！他今天下午一直在钓鱼。他、啊、那个天气可以洗出来吗？还是是？可以洗啊，就是你换地图啊。而且有一张地图还会下酸雨，我酸雨杯，听起来会秃头。我忘记是哪一张地图，应该就瘴气吧。啊，有啊，现在我的就是天后酸雨，最多酸雨的地图，不稳定气流。这边有，听起来就是会秃头。进去一直扣血，现在暴风雪。看看，还要打啥？我是没有了，目前没有。那我缺流斩的。那我需要开调查吗？你开调查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装备。我缺流斩壳跟红莲暴鳞龙的壳。黄莲暴鳞龙，好。暴鳞龙吧。好。可爆。可爆。可波。可爆。可波仔。可爆仔。结实攻击，逆境攻击，还有啥？手撕攻击。那挖瓷。我的炮术呢？从背后回来。哦，对，现在那个登陆的合成武器可以一次做全部，真的好爽。对啊。登陆的合成武器，什么登陆的合成武器？就是你登陆快捷键，然后合成那个子弹啊，不是武器、啊。哦，一次合到满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次哦哦。爽翻欸啊！不用像以前弹药啊，不用一直狂按啊，就按一下就全部满了。我以前蘑菇头推到都快坏掉了。我以前，可是我很喜欢听他声音。你说那个？对啊，制作子弹的声音。对，制作子弹的声音，我觉得很吵，很好听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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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了？接了吗？按得很累，就是就对的，就是的。我按得很累啊，像贯通弹的六十八，你要点个六十四。啊 ，Z 了吗？我来看那个素材的，等我来了。来，东西都跑掉了，你还不快一点？好，我来了，我冲，我只剩一场可以呛他了。哎、欸，现在你知道现在大便也可以中了吗？我知道，投射大便也超好笑。那你知道生命粉尘可以再变大，大生命粉尘，生命大粉尘，大有斩嘛？嗯。哎、欸，黄暴鳞龙，暴鳞龙，暴鳞龙，啊，暴鳞龙吗？嗯，红莲，红莲，打榴莲没有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
你没有？榴莲爆莲龙，嗯，两金两银一铜，可是不知道是几次死亡，不会死啊，不会死，是不是？买了你了，这样我很不安呢、欸。啊，吃爆抽筋啊！你想办法吃出来。我有猫的大型吸引啊，怎么样？不错，厉害的坦克，谢谢。不错，你给我举着盾。啊，我是新奴哎。还敢？哎、欸，我有爆抽筋哎，不用怕了。那是我的，谢谢。啊？好，谢谢。啊？我劝你是不要抢哦。我劝你是放尊重哦。我要去换装备了，我想换道具。不要逼我去转转盘。啊，转什么转盘？那个啊，蒸汽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东西有没有规律、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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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今天按了连续 W A W D， 就顺序的嘛，从左到右，我连续中了四个。你说这有规律吗？他一直都没有给我规律。对啊。没有，我在想他是不是有提示之类的。我也在看，就是看那个针有没有哪个比较宽。就聊天室就有人说没有，全都是靠赛。靠赛游戏，蒸汽靠赛。他后面有那个猫会跳起来啊，那个有规律啊。我们那个是触发特殊条件。那个是靠腰。嗨、hey, 嗨、oh, 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嗨嗨，你好你好你好。你要叫的是不是？我知道。我就捡石头了啦，我也捡了。啊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冲！冲啊，猫咪！等下就交给你集成了。好，交给我。哎、欸，剧本写好了、欸，集成。忘记一件事情了，哼，忘记放圣诞树。不是啊，我还没去孵蛋。啊！啊！我不起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我不要没这个气势，我不要起床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看，我喜欢。然后闪光的免疫抗性是有点大 ，MOA 的都是啊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把闪光弹拔掉。闪光弹真的好没用了。对啊，害我弄了一大堆，中了一大堆光虫。就顶多闪了一次，所以带着一组闪光就好了。嗯。哦，要爆了！我可以棉他哎、欸，你们要棉吗？棉啊，可是现在棉爆不是做很烂？对的。我都快，我也都快把那个爆桶拔掉了。没有爆桶还留着。然后爆桶可以撞。哎、欸，集成了，谢谢。好、哦，那猫咪不做事哎、欸，猫咪等一下，猫咪等一下，不要给他压力，不要给他压力。不要欺负小猫。哎、欸，我想知道我十级的猫咪会怎样。啊，你十级的猫咪？我十级。哦，我想要你家十级的猫咪。他说什么？结束后换下一批猫咪过来，然后还会留下掉落物。哦。有没有很棒啊？哦、找有空去弄一弄啊。这个是去哪里弄？嗯，你就是去找到那个你的猫咪之后。还有倒了。然后你就是配广域化跟快吃，嗯，然后有节约也可以带节约，我要满足感啊，还可以再撞一次墙。然后让我讲完，然后你就是吃了之后抓你的 eyeball 说结束探索，然后他就回来重复。我等一下贴链接给你看。哦，好啊。因为下午没事做。啊，他怎么换边了、欸？我很常要撞他就换边。哎，弩枪克数化什么时候才能克四个啊？不
可以。你要十阶的武器吧？是吗？哦，是啊，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九阶以上的武器，九阶好像可以，就是多一个，十阶以上就会更好。哦，是啊，了解。嗯，我武器，我远程武器也要等很久才能玩的。它改成这样，我有点不习惯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大改吗？按键个大改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一登录他就叫我调一下键盘按键啊。嗯，然后我们的右键变开镜。对，按错了。以前是按 C， 所以现在我们几乎靠一只手在玩就够了。可是这样改，他是突然改按键，很不习惯吧？对啊，那不好。而且近战的那种多重按键，还是可以把它调成一个按键的那种，真的一手就会完了。直接聚集的感觉，内键聚集啊！哦、我去拆了我那个陷阱。Wake up！确实上，这个我用手把倒是没什么感觉。他们说手把还好，没有改很多。手把完全没改啊，就是多了一个飞翔爪的按法而已。我这边被轰下来，就等看看他会不会过几天改掉吧。因为之前也有啊。来来，陷阱陷阱。为什么要陷阱？没有啊。哦。我不想再让他跑。啊！九八变。哦。晕啊！没有。哎，晃眼了。上趴。上趴。上趴。司机们，上趴。啊！后面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中香菇？那个啊，就那个啊，刚没看过哎，昨天没。你有看过吧？我记得昨天有啊。昨天没有啊。那个哦，不认真。紫莲花吗？你说那个紫莲花吗？就啊，会爆来爆去的啊。紫色莲花那个有啊，昨天有啊，一堆呢。哎、啊，他怎么踩上去？我的天！还有没有石头啊？好像没有了。重要了。哦，哇！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好快、哦，好漂亮啊！哇，他在补背部了。哎、欸，死爽没？没有撞墙。哦，那你？别跑！这里。掉落物了，没有啊，骗人！有啊，我帮你们争取到掉落物了。没有啊，哦，这个你是指这个、哦？啊，够强了，狂野了，捡掉落物。哎、欸，你又红。这是从超像飓风的哎、欸！哦，你还这么厚！哎、欸，临走前还放爆爆！
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荷兰是在哪？那天在打斩龙，还不是一样，边打边大便。Go go！ 哇，是斜坡。垂直的优势打场，垂直的新天地。掉落在哪？掉落啥掉落？哦，这边这边这边。我觉得他应该在做他那个量不够量，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在做别的颜色，比较醒目。对啊，他在特定区域的时候还蛮醒目的、啊，就是这种一般亮白的那种。你们这种掉落物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才会装莫德啊，然后又被你瞧不起。我就是瞧不起装莫德啊，怎么样？就是瞧不起你，怎样？哎、欸、，OK 的。老人的眼睛不好哦，需要东西辅助。哎、欸，死人了！不要欺负老人。哎、欸，哦，开大了，开大了。啊，这个我就有看过啊。然后往下撞不是吗？哦，是啦，可是我好烫。不要小兵哦。现在的调查是不是附近20分钟？没有啊，你是吗？最长的20分钟，刚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想到是不是以后都不是50分钟，就是50分钟？可以撞墙哎、欸，有没有人要表演？你为什么都要靠别人？因为我没有那个石头啊。好，讲嘛。哎、欸，太远了，看不掉。他两个互巴是怎么回事？对，你一拳我一拳。啊，他怎么掉下去？他怎么没有撞墙？哎、欸，他倒了，我操！又倒了。他是捕获任务哦，又晕了，可怜。他是捕获任务哦，各位输出手下留情一点哦。我看不到他有没有。尾巴。不熟。他叫不出来。再试试看有没有。哦。好。那我先麻痹了。麻。我放了，我扔。还不行，靠他。看来是不行啊，也是厚到枯萎。甩尾。我觉得尾巴的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起来！哦对。啊，我被带飞了。哎呦哎呦，他失衡哎、欸，好笑、哦。啊，打小，爆吹龙。好屁啊！哇，我中招了，可怜。冲啊，德加布！我干你，怎么这样子？我没粉了。我有。过来。哦，好险。我很怕被你们真的。没有啊，我打不动，不用怕。尾巴好远。快尾巴，尾巴 ，HP 尾巴。我挖好了，干这么快！干，你们在打，我在挖、啊，好爽啊！厉害了！没事啊，你们刚刚在前面，我就在挖了、啊。身为一个采集武器，我这样做合理的？嗯，大概吧。哦，要天灵呢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也有天灵呢，两个。我没有。什么鬼？不做事都可以拿到那么好、欸，我不说我是采集武器了吧？哎、欸，大金哎、欸，李弘毅吗？对、啊，刚才我看到小金还是大金的，我看一下，小金黄，嗯，好，小心，我刚刚我看到一个皇冠，哦，是有黄小金啊，哎、欸，剩3分钟，
好了，10分钟可以打什么？三分钟没了吧？开杠。有一个巨甲虫讨伐任务。把我背。我也没笑屁哦。有调查结果报告。好，我先去尿尿，我等下开台，你们再陪他打主线吧。OK 啊。好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那个奈斯跟猎魂是去年底才，去年中才加入的新人。猎人。哦，猎人。我是个小菜鸡。那这个 HTT 是资深老猎人。我也是菜鸡，没看我等级那么低。他玩魔物吗？他从他一直号称说他魔物猎人玩了几千小时的爆肝玩家。我回去找 PSP 的存档给你看吧。好，我干，你就跟我讲说你什么2000小时还3000小时不是吗？真的啊 ，PS3RD 打了1000多，然后2D 打了快500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游戏开着不关机，然后出国回来忘记才发现的那种玩家。你怎么知道？等一下我重开一下。好，太久没关机，有点卡卡的。好，你的电脑在烧了。好，我先去尿尿，等一下换去哈基他们那边。哇，来啦！哦，嗨，繁星，所以你还是那一颗灯泡？我还是灯泡啊。所以灯泡有用吗？啊，我没有用啊，还是一样没有。所以只有 PS 才还行。对，它没有可以调亮度吗？没有没有 ，PC 好，我现在不知道，之前真的不行啊，现在还没。去看看，就发现一上线，哇，荧幕好亮！我来去看看，是他吧？我今天是管家嘛。嗯，跟便服装这里，我现在还在跑前面啦，我现在还在跑前面。我跑到一半。这里哦，整理造型，这里变外观，确定。今天要来让团团大佬带我们。屁啦！可以哦。等一下，他有一个亮度。啊？有了吗？可以有。调的。我看眉毛的选项有一个亮度啦，我看其他的有没有。摸摸，我其实是卡巴斯基，我是防毒软体。配色，管家有有发光哦，我等一下去调，我要去调，有发光看一下，有他化妆上面有多一个发光选项啊。耶、yeah, ，我要调。在哪里啊？你要先回家里的那个植物箱吗？啊，等你造型。那下面有个发光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化妆，然后面部绘彩那边，面部彩绘那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人是女神哦。他可怜哎、欸。他不要看头都没事。啊哈！等一下，我会不会看到三个灯泡啊？不会吧？你觉得我的审美观
会用这种东西吗？我去调哪里？我应该是。Oh my god！ 三个灯泡，不会吧？配色也发光哎、欸，咦、欸嗯，不会吧？哈基怎么可能？我应该要去调亮，然后来看动画。一个灯泡。我要去偷看。可恶！我想去调。可恶！我要去看哈基台。哎呀！我要去看哈基台。大家去看哈基台啊、哦！你那什么东西啦？哎呦！确定？哇塞！你是实力的面呐、啊！确定？好，好亮、哦！等一下，我会被队友闪瞎。等一下，三个人都闪闪的。太好笑了。让我把头发弄不见。好可怕哦。别走了。一三四。啊，猫咪。把猫咪一起走了。为什么猫咪不是抱我的腿啊？抱你的腿，应该抱我吧？对啊，抱那个，他是抱那个，对啊，为什么是抱我啊？你臭臭，你吃醋了吗？哈？你臭臭，你臭！哎、欸，在睡在那个，哎、欸，哦，这动画没跑完啊！我想他跑完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怕啊、哦！我怕等下很多灯泡到前面跑来跑去啊。嗯。反正再怎么多也只有三个嘛。对啊，还是你也要加入变四个？变四个也不错啊。啊，我们要走路。我不应该去跟你们讲说有这个选项的。你不讲他可以啦？为什么你不讲团团就不会用啦、啊？我一定会用。你看我都用这个用多久了？看这个人，你很傻耶！好亮哦！去光芒高照没有墨镜？好像有墨镜可以装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等一下你要戴墨镜哦。我要防止你们的亮光。哎、欸，他那个衣服都把我的那个蛋挡住啦、啊。你的蛋。挡住，他把我的身体都挡住了、啊，那个衣服，可恶，你是看不到了。什么东西？外观没有啊，前面刚建营地，对啊，那个外观啊，可以不用穿啊，不用理他。哦，啊，这个应该可以防他们的。我，你戴头套好了啦，有没有？我戴假面去找你们。假面可以啦。看到、啊、这刚好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波波吗？派奇哟，看一下，你坏了，够了，哎、欸，你好恶心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超恶心的啦，够了，哎，赞呐、啊，你真的要这样子玩哦？对啊，很那哈基，你要跟我从头弄到尾哦、喔，你不要在中途换掉、喔。啊好，你上次那个也是中途换掉，可恶！上次到后来都只有我一个是光头，可恶！你们再挤回去啊？没有，我还没啦，我还在跑那个前置。哦，一打开 NONO 的，我的 CPU 被吃掉，好恐怖、哦！天哪！刚我顺便变成马赛克。包包，包包，包包。寶寶一直往前走。哎、欸，要走去哪、啊？往右边走啊！是哦，我是哦，我不是往左、哦。有
往右走。嗯，来投诚。够了够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够了，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往右边走也不是、欸，还要再往下、喔。啊，你们在哪里？欸、他还在看剧情不是吗？我在找热气球这样的地方。他机坏掉了、啊，他机在哪里？好亮哦、喔！他机还在。嗯然后回去了，回去有台地了。Hello，Hello， 回去那个机会手。哎，会动的电灯泡。啊、这里，哎、欸，你有买那个吧？那个一开始预购的那个东西，我说哈基。预购？嗯，应该大家都有吧？那你要不要穿那个骑士铠甲全套？然后就头标带。骑士铠甲。好，去换个服装。是要去领的嘞？对，你要跟那个猫咪领。我正在放闪，对，没错。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啊！追加内容是不是？怎么断两猫了？啊，两猫了？你做什么两？我在看别人的，我刚跑进别人里面。Oh.旁边两猫吓到我了。哎、欸，我无法想象我们等一下都调亮，然后跑到雪地会是什么情况？哦啊，你记得把我完全没调亮，它就已经够亮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调暗一点，不然你等一下足迹跟那个我觉得应该会爆炸，真的会爆炸，会炸。等一下会好几颗灯泡在我旁边跑来跑去。没有，只有两颗啊，我不会有。哦，波波，我被吃了。哦，武士是哪一个服装啊？为什么都没看到？你切的是管家拿了吗？我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他在 M 那个啊，魔物的。哦，是魔物哦。不是魔物啦 ，NM 什么的，我至少帅。王子塔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是说遇到第一只龙，我退出试试看，是不是？试试看我们能不能进去。好，那你直接，我看一下哪里可以按回去。探索动过来，有了。应该是可以吧？他好像有。说你可以接受什么的任务？对啊，应该是有啦。那是新春单价。我去，机会锁。好。完成。够了够了，哈基够了，够了够了。人家还只是个女孩子。哎、欸，你想想看，哈基是玩女生哦。你等下会在，你等下是要在一个小灯泡在背龙的背上滚来滚去哎。对耶。够了够了。嗯，你是管家的管家，然后按什么？按那个追加内容还是第二？储物箱。哦哦，储物箱啦！你要改外观的储物箱。整理一下。好亮哦！嗯哼，这不是 Ice Bomb 的。嗯哼哼。魔物猎人灯泡。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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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不会找不到我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就化妆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就改变造型啊，然后彩妆啊。嗯。
彩妆的点进去用颜色那个选项进去有一个发光亮度是呗？哦，看到发光了。哦，不行，这真的是有够亮的要素哦。哦，我觉得等一下那个雪地真的会很恐怖哎。天啊！不然一人选一个颜色啊？不是啊，我就水蓝色啊，因为我是水蓝色。你要水蓝色？因为我的名字是水蓝珍珠美人。然后你说外观可以不要看到，是不是？好厉害！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！来，我去找你们了。我在集会区啊。来，我在 S Bond 的集会区。啊，那我现在去看是不是看不到你们、啊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进 S Bond 集会区吗？我先……哎、欸，他应该还没吧？因为那个还没有。对啊，我现在还是在原本船上。好、啊，那我回去那边船上。哦，好亮！哇，好亮！干嘛这样子伤自己眼睛呢？对啊，不会，我自己是看不到啦，你们应该是会，你们会被伤。啊，因为我现在身上有穿那个毛衣，所以背面是看不到的。哦，我还没有把那个毛衣预设是关掉。好，我先接接看任务好了。承接新任务。哎、欸、可以耶，可以四个人。好，还是我先接。我看你的法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你的猫猫头好可爱哦。我为了不让你们闪到，我戴了一个面罩。猫猫头很可爱耶。狗跳。什么？你可以把那个、啊、头。头上装饰那个、啊、弄掉啊！我忘记怎么弄掉。你在设定系统，系统第一个，然后第二页有一个头部装备显示头部装备，把它全部显示。第二页哦，视角吗？哎、欸，不是视角，显示。第一个啊，对啊，系统。紫罗兰跟扳手那一个。哦。它的第二页。哦，真的呢，有哎。哦，要修、哦！你是蓝色战士，我是水蓝战士。天哪，两个灯泡！这个是你现在的心境吧？